看着是吗？他在外面。不是，他刚才谁跟我说说台下要对对，他等你这个动作做完，他再说。让我们向奥运获奖运动员致敬。到自己拿了以后，他就端过去了。你告诉他，让他自己来，这个烤一下或者发一下，咱们再视频一下，因为他的小弟。